嗨，我是 Swan 啊，今天我要教大家怎样用一部 lift。 第一件事就是当然要按召唤掣啦，你想上去的按上，你想下去的按下，然后耐心等候架 lift 来到。如果本身架 lift 已经开了门，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当架 lift 来到那时呢，门会自动打开，有时甚至会听到提示声或者着灯。入 lift 之后呢，就按你想去的楼层按钮，然后再按掣。门关了之后呢，部 lift 就会为你启动。如果部 lift 有数字键盘的话呢，你也都可以在那里输入你想去的楼层。当部 lift 去到你所揀的楼层的时候， lift 门就会自动打开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离开部 lift 了。